很像像是一条鱼这样子，还像那个那个，还像那个老鹰展翅一样的是。铁材经过千度高温烧熔，柔中带刚。货车的钢圈嘛，然后呢，它一直磨磨到整个。80岁的艺术家林玲细细解说他的每一件铁雕作品。十多年前，他无师自通创作铁雕。这幅作品坚硬的铁材化作轻柔云朵，代表他的人生观。人生是无常，哦，所以白云苍狗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一种人生的写照。从年轻就喜欢艺术创作，也写得一手好字。这些年，他创作了将近200件的铁雕作品。他认同慈济精神，愿意捐给慈济。上午，他来到台中静思堂，跟上人分享他的作品。很精美呢，谢谢。虽然是挺的，但是很软化。如果是私藏起来，说不定也就是少部分人看。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发挥它的价值，传递美善精神。大爱新闻张俊阳、俊廷台中报道。